袁文杰演出的处境剧深受欢迎，陪伴观众吃过不少餐饭。他那日拍摄的时候透露剧集即将迎接1000集。咁啊，嚟紧咧就将会系要拍摄第1000集添啦，甚至乎咁呢、自己有份参与一个剧集系去到1000集，对于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值得纪念嘅一刻嚟嘅。袁文杰话呢套剧系入行到而家唯一一套电视剧可以拍到1000集，佢喺130几集嘅时候加入，到而家已经有800几集，足足3年时间拍咗咁多年。袁文杰同滕丽明等拍档都越嚟越 friend， 最近仲成日约埋行山。我记得我啱啱同滕丽明佢哋咁行山，咁我哋行咗个山，虽然啲风景好靓，有好多瀑布添，咁但系上嘅时候，哇，真系谷到咧个肺好似爆炸咁样样吓，咁即系都好嘅，因为自己年纪都唔细啊，呢个我觉得系可以当系自己一个嘅体能测试。